依家雪梅姐你做紧咩啊？喺度打完叉。打叉啊？点解唔用打叉机嘅？打叉机打唔到啊！啲口太过厚。即系而家呢个系几多安嘅布嚟噶？呢、這个14安。太厚打叉机打唔到啊？因为佢要卷啲手腕，又要卷埋，变咗有好多层。好多层啊？有几多层啊？而家？咁樣最快又差唔多8層，8層布啊！其實14安即係加埋8層布，跟住就用唔到打叉機。如果用打叉機會咩效果啊？斷針。哦，支針會斷。用粗啲嘅針都唔得啊？唔得啊，因為呢度太過難的過啊。哦，咁如果人手打叉嘅係咪慢好多㗎？哦，慢一半個唔止，慢咗好多。慢一半唔止啊！咁我見咧有啲人手打叉咧，有啲打到好靚，有啲就真係打到歪嚟歪斜，咩原因咧？有時過啲啲啊，還是咩啊？係人手打始終有問題啊嘛，始終我冇機打咁，機即係打叉機最起碼佢隻隻都係同一位置。係。即係人手始終有偏差係咪啊？係啊。咁點算好啊？只有盡量打好啲咯。盡量打好啲嚇、啊。你做咗呢啲車袋做咗幾多年啊？做咗成10年喎。10年係嘛？好有經驗喎、啊。